我们个圣诞造型哎，凯莱在学那个贴图白痴哦。来喽，紧张刺激的环节，我现在把无敌全部扣好，然后开场不要乱跑，在下面烧胎就好了。因为我发现我上去跳，我很常吃到招，就上去这样打一打，很容易吃到招。专心躲招模式，不小心吃到一发。哎，我的补血是射多低啊？这我刚刚没有补血。我来啊！哎，我怎么没有上去？武功直接没了，酷哦！相信灰雪，灰雪还没掉，靠灰雪打输出啊！然后我的主旨只是希望可以不带天上打锅，然后至于要撑多久就再看。不带天上的盾凯尔我是可以啦，因为盾凯尔暴拳没什么威胁性。OK， 我靠，这是一团那个晕眩球下来是怎样？你在哭哦，别烂哦，那个三技我要留着，等到关灯的时候就可以用，差不多了。那改 BGM 没？靠药，三技来不及放。这么多只人啊！我这太下面了。喂，太多了。我知道把我的那个补血的那个调高啊，不然我还要手动补。差点吃招，这是爱玩的后果。喂，还好没吃到，看，差点吃到那个晕眩球，北烂晕眩球，哇，鸟人出去了，哎，我的进化无冷哎，刚才发现，我没有爆发啦，喂。太衰了吧！哎，我是不是穿掉宝装啊？哦，真的穿掉宝装哎，好不？那就靠灰雪啊！
真的很北啦，可以不要再砸了吗？哦，最右边好像很安全。完了，这一条了。我相信灰雪，灰雪现在还有五条命啊！那我只能用其中一招无敌。那我穿吊宝装，不过其实我没有穿吊宝装，现在应该也没好到哪里去。不行，我现在没办法换。没穿，顶配没拔，妈的！不要再砸了，我天！哎。哪里来的陨石这么多啊？我刚刚那个，刚刚那个绿球超危险，吃到一发，我刚吃到我就真的就没了。呜、哦，七五五，开盾牌，五哦。哎、欸，不要打我，我是一条血，我不能再死了。哦，好险！我以为又要绕赛了，怎么常常绕赛？靠腰！不要再晕眩球了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十秒无敌啊！让我归一下。过了过了过了，前面的黑暗都还蛮短的，还可以，我还撑得住，我可以撑得住。我下次要学习在他那个手收回来的那个时候，赶快先开无敌，是吧？可是那无敌好像时间好像没办法拖那么长，我这个要测试看看，因为三 G 如果后面他的那个频率变快的话，三 G 的 CD 可能撑不住。好呀，不要再晕了！他妈的，你晕就算了，不要放我渣！奇怪，刚刚那个地方可以抓吗？我很好奇。应该不行，这个太久了吗？哎、欸，我不知道那可以撑，最多可以撑多久、欸？这、就是我的那个无敌，我真假不知道。怎么样手动补血？我那个重补是不是要射高一点啊？哇，还一道手动补血很麻烦、欸。我没死、欸，哎，我以为我死了。miss 很多 miss。好，我进化，狠狠揍你一顿。进化没有？四转进化要快好。呜！不要！哎、欸，可以活下来了，活下来了！嘿嘿嘿嘿！哈，臭狗！我的 3D CD 又好啦，不，讲错了，3G CD 又好了。先跪一下，先跪一下，很危险，很危险。
去戳灰雪，去戳灰雪。哎呦，灰雪有料哦，灰雪是不是好像变得有料了？要开山技啊，很危险。没了耶，那三技可以再保留一下。其实有点尴尬，因为三技是我的爆发，可是我要一直扣着不能用。哟，好像可以，再撑一下。哦，不要吃我，不要吃我！干那个很难判定哎，我怕他一不小心直接吃到我身上。啊，四转进化开起来，然后塔戒忘记开，差不多。哎，干什么？啊，你就要没啦，开个盾牌。刚如果再来一颗，我真的就没了。哟。请问这是伺服器延迟吗？哎呦，灰雪被吸了，没关系，灰雪是撑很久，他应该是黑暗状态，被吃到。哎，开个 buff，buff 应该可以先开吧？怎么又关灯了？抓到我吗？哦，抓不到哎，是可以先来一波。我按到轮回了。OK。杀技。OK， 这要提早按，不然刚落地没按就很容易就没了。OK。好，太棒了，补个血，一尾活龙。应该把我上去之前应该要先开那个提高抗性的那一招，异常抗性。我刚不小心按掉了，看它亮亮的就想按，不小心把它用掉了。哎、欸，哦，好险！干，我以为刚真的要没了。只要灰雪不要帮我补血，我就还活着。灰雪不要帮我补血，不要！喂，这个好像有点快、欸。他刚那个缩圈，略快，好险！再急一下，烧个胎。哦，防守攻击，可以，先躲一下。我们鸟人就下礼拜再来，我先立一个 flag， 等一下搞不好就直接啊死了。太晚到了，三 GCD 好了。OK， 等一下会关灯，三 G 先准备好。喂，不要，买啦！没啦，干，我差点就没了，他妈的！刚那个我不知道能不能开那个宝王那招，哇，好险！还好我的抗性够高，他妈的！我要上路了，可以吗？哎、欸，三技，来，应该炸不死啦，我会尽量多撑一下时间。可以，他刚被我削掉一半，剩下就再撑一下，应该就过了。不要耍白痴，应该都可以。先开个盾牌好了，干，盾牌真的神技耶，我超爱盾牌。
过了，哇，送啦，哇，一命过关呢，好惊险哦！啊，这一场好多次差点死掉。